大家好，我是白丁啊。今天呢是看到一个挺好玩的东西，是之前我忘记看到哪一个视频，然后那个 Razer 就雷神他那边送了一个纪念品，然后是一个四轴器或者四键器，然后我就去搜一下，然后我发现哇，原来还真的有就是不同轴的那个，因为我自己没有用机械键盘，就你们应该熟悉的玩家应该有看就懂是怎么。什么东西了吧，然后我还故意买了一个这个，就是哇，现在这个塑料袋品质特别好，然后这个就一个金属键帽啊，我敲一下，哦，因为我阳台是大理石的，那这铝合金呢完完整整的，那我试一下装一下这样子，然后就因为我真的没有用过哦，哦，下面这个自己小心一点啊，反正就我先装一下，然后就对，我还真的没有装过这个东西，反正就红轴这个青轴对吧，黄色的是什么轴，黄色的有没有人能告诉我，我自己真的不熟，毕竟我不是电竞的那种那种风格，然后这个是黑轴吗，茶轴，黑轴还是叫茶轴这个，然后反正用一个亚克力，反正看起来还挺，这个才是茶轴吧，那黑色的是什么轴，黑色的银轴吗，难道是，然后那个红轴、茶轴、黑轴啊，黑轴和茶轴、青轴、红轴啊，常见四个。然后还有这个就 Razer 绿轴，黄色我真的不知道。然后就我试一下装一下吧，是直接这么装吗？啊，看来是。试一下，这个视频就当做真心是非骗了，这个是。然后这个应该四轴方法，反正也我觉得应该也挺那个吧。挺简单的应该，然后就反正我键盘我就照这样子卡进去啊，反正应该啊，好吧，有一个方向不一样，哦，怪不得拔键器了，原来是这样子，键帽原来没那么好拔了，我现在懂了为什么要拔键器，哦，这看来效就是说这个东西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呢，我开始想为什么都要拔键器了耶。哦，我现在深深的感觉到了，然后就对，然后就这样子，哦，对，我先把这个装一装。好的，好的，回来了，那现在你们看到了啊，我就把这个给装好了，装好了以后，那就先试一下各个声音吧。首先先当个红轴、青轴，好像是两段式的，然后这个真不知道。这个我装反掉了，这个先给放回去，然后再，它会更清脆一点，然后这个红轴的话会软一点，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都很吵，然后。这两个好像的，但是说实话我按起来差别不是很大，这个会更松一点，这个紧一点，就青轴更紧一点，绿轴会松一点，茶轴好像硬一点，红轴因为我是没有了解过，知道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一下，反正就这样子一个东西，然后下面这个小声有点刺，然后就这个这黑轴的话，红轴反而是最软的，我觉得是，然后青轴反而最清脆的，绿轴的就雷射这个用起来最舒服，这我暂时就是说我按就单按的单指按的这种啊，如果打字还真的要整个试，这两个差别不是很大，茶轴和那个黑轴，黄色这个就更不好说了，然后我就现在把这个给换一下啊，把这个给拔一拔。然后呢，我把这个金属键帽给换上去。哇，这有金属键帽那感觉，第一个感觉怎么样呢？首先它这个东西你按下去冰冷的，然后我现在就这么按，我比如说我 A 键在这啊，但是不是我怎么总是抓不到它这个高低呢？好像有点，你看现在好像是不是有点，哦，不对，没问题，没问题，我以为我就奇怪怎么好像有点高低不平这样子一个感觉，然后首先这两个键，金属键帽按起来你明显一摸的时候 马上能摸出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刚好像听起来这两个轻轴和这个用塑料键帽的话按起来好像差不多，但现在
怎么讲呢？反而按起来好像没什么影响，就反而轻奏还是两段式的，那个轻奏的手感没什么变。但是我试一下换一个软一点了，看手感上面有没有很大影响。暂时我一看的时候，我现在这样换下去啊，早知道多买一个轻轴了。主要的没有经验，之前没有玩过啊。那没有用金属键帽的时候更清脆一点，这个可能是重量的问题吧，还是怎么样？但是有这个的话，其实手感还不错的，我觉得还是可以换的。这个个人来讲比较喜欢有金属键帽的，我试一下绿轴的。嗯哼。看着这个，我现在拍这个真的好像废片了。啊，绿轴反而换起来会比青轴好，那个感觉，清脆感还是有保持，但是在青轴的时候清脆感保持不了，但是在那个绿轴的话，清脆感就有，然后按起来又还是很怎么讲，很松，然后呢也不会觉得像塑料那种怎么按起来很廉价那种感觉，反正就金属键帽个人来讲。我试一下再换一个红轴吧，其他我就不试了吧。我觉得红轴的话试一下，因为好像说红轴是最软，对吧？那我试一下红轴吧，如果红轴 OK 就对，反正就是个人来讲啊，哦，好吧，掉了，等会再剪。试一下红轴的那个手感到底是怎么样呢？啊，红轴也可以，反正就是说在相对来讲比较。绿轴和红轴我觉得手感会比较好，这两个我不知道，而且听说好像用的比较多都是红轴或者那个青轴吧，这两个比较多吧，所以我就重点是试这两个。但是现在来讲，个人来讲吧，如果不管塑料键或者是对或者那个就是说塑料键或者金属键嘛，我都喜欢雷蛇那个轴多一点。那其他的怎么讲，这个怎么讲，它这些看按起来比较软，但是因为我自己不打游戏，我不知道差别有什么，但按起来比较软的话，我不如直接按一个就正常一点键嘛，但是打游戏肯定还是用那个机械键盘嘛，肯定嘛，这样专业一点嘛，对的。那这就一个自己一个感受吧，反正就是买回来玩一玩的啊。那你们看看，你们应该会比我熟一点了。那喜欢的可以那个下面留言分享你们的一个想法。对，今天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